你身上的梅花印记怎么消失了？启禀圣上，谢雨恒根本不是皇室血脉。你是苏首府的女儿苏莹莹。父皇，你别听他们瞎胡说，他们就是想陷害我。圣上，可认得这枚官印？苏首府的官印，是朕御赐的。没错。 这是我爹爹的官印，当年他们偷走了爹爹的官印，伪造通牒文书，污蔑爹爹叛国，是谁冤枉了苏首府？正是太子。胡说！一枚官印可以证明是本宫，他能证明？儿臣参见父皇。 民女徐婉，参见圣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民女徐婉是朱雀阁阁主，受太子要挟驱策，盗取苏首府官印，伪造通敌文书，诬陷苏首府通敌叛国，还杀害了户部左侍郎及其他朝廷官员，请圣上赐罪。父皇，他们是串通好的，串通好一起来污蔑我。我们谢家。 每个人从小身上都有梅花印记，而你如今身上的梅花印记消失了，你分明不是皇家血脉。传朕口谕：谢雨恒欺君罔上，谋害忠良，给朕拿下！林英，别过来，别伤害莹莹。谢雨恒，您束手就擒吧。还没有失败。 岂能这么轻易投降？都给我让开！莹莹，姐姐，对吧？莹莹，莹莹。 如何？那一掌已伤及他的心脉，已属强弩之末，但他心愿未了，不愿离世，还留着一口气在。那可还有救？时日不多了，齐皇子，属下告退。 齐皇子，花婵娟，哎，那是我姐姐。齐皇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江湖名医花梦初。任某听闻素英姑娘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，特地请花医师。 来七皇子府上看一下。我能救他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你能救活他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，救我。什么？ 你这是什么鬼主意啊！你不会是江湖骗子吧？你给我走，不用你治了。本郡主就不相信了，这全天下除了你，还没人能救得了苏莹莹了。你，我答应你。啊，真的？不过你得先救活她。好，那，请诸位先出去吧。走吧。 准备后事吧。
太伤心了，这人终有一死，都是迟早的事儿。莹莹，你醒醒，你不要走。莹莹，我是谢依安，谢依安啊。窗中远近